大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<coughs> 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记。第六百一十八面，啊，六百一十八面第四行，啊，求道何正？ 货物情节和者居调谐温顺平睦和同乐相应，就有这么多意思啊！实际上的意思很多，六句即可啊，它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。 正者呢，从业啊，就止于业也。居士中常止，行无倾斜，方止不取注啊，这个正呢，有这么多意思。 求道要合正啊，不误倾斜，这都是告诉我们学习的心态啊，心态正确，才真正能够得到真道。 行是行为，啊，行无情弦呢，是方知过去，啊，上面这些意思，通通都去做，啊，和是从情绪上讲，能调能写、能温能顺。 啊，这个正能一一心正念啊，二念三念就杂了，啊，杂就不正，啊，所以它有正，有一，有中，有长，长是永恒不变。 只是止于一处，啊！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智心一处无事不办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啊，只要心止于一处。一没有指定某一，就是任意。 啊，任意是什么状况？决定是禅定的状态。啊，一就定了，二就不定了。啊，所以禅宗里面方法无量无边呐、啊，啊，都是让人把心收起来，收到一处。 定功就出现了。定起作用呢，就是智慧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那定到哪一处最好？我们通过大乘经教的学习，啊，无量受经的欺辱，真正明白了，止于阿弥陀佛这一处。 无比的殊胜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决定是和正不误清净，求道是求明心见性啊，念佛决定可以明心见性。 啊，下面接着说极乐世界的深众，啊，那边的人，你看他们的心情啊，情绪和平中正，以求无上之道啊，故不为勤邪所误。啊，情邪下头有解释，啊，勤也是邪的意思，啊，就歪了，侧。 情夫，邪呢是邪物邪外，彼土极乐世界的圣重，不为情邪所误者，邪门外道很多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世界。 五花八门啊，所以求道的人很容易走向歧途啊，他自己不知道把邪当作正啊，到最后觉悟的时候啊，已经来不及了啊，所以对求道来讲。 不能不慎重，啊，不能不先有充分的准备，啊，首先去观察，观察要客观，没有成见，啊，你才能有能力辨别邪真是非。如果用感情、用成见呢，往往就判断错误。 啊，多读神仙书，多听神仙教诲，啊，对我们是有好处的，有帮助的。啊，如果遇到好的老师，老师确实，古人所说，可遇不可求，这是感应，我们的心真。 我们的行正啊，心正行正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：不为自己的名利就正了；夹杂自己名利在里面呢，就不容易正。那也就是你很容易看错啊，名利放下了，心就端正。 心就硬了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，我们应当要知道 <coughs>。那么他们之所以不会被邪恶邪外所欺骗啊，所转移，说端在随经约令。 不敢错帖，若于审美也；若于审美，就是老实人呐、啊。啊，这些人老实，这些人听话，这些人真敢。啊，凡是具备这个条件的人，几乎没有不成功的。那西方极乐世界全都具备了。 个个都具备啊，老师听话、正看啊，听谁的话？听阿弥陀佛的话啊，约是约束，令是命令啊，这些人听从经论里面。 所有教训，来约束自己的身心，这就是持戒，戒限清净的。啊，错是跌跌倒的意思。啊，什么？ 是个规矩，这个东西古时候木工他的用具工具啊，要把这个木材锯得很直，用什么啊？这一头有个有个钉子插在那一边，把绳子拉直，啊，弹一条黑线，按照这个线来锯叫什么啊？这是木匠的，借这个呢做比喻。 啊，以什么谈话的核心？匠人呢，一心是以斧居啊，或者用斧，或者用锯，不敢有毫厘之差。啊，有一点点差误，这锯的两块木板就并并不起来。啊，一定要守住这个标准。 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，他们对于佛的教诲、经中的教育就像木匠的至于什么一样，一心是空，不敢稍有为失啊，故可免于错跌，不为倾斜所啊，就像木匠这么用心一样的啊，用这个来比喻。 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于阿弥陀佛的教诲，还有十方诸佛的教诲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学习，那个范围就太大了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它可以同时分无量无边身，啊，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没有动。 可以分无量无边身，同时到无量无边世界清净诸佛如来。啊，供养是修福，你说他修多大佛宝？天津是修慧，确实是佛慧双修。 啊，无比的殊胜呢、啊！啊，这就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你去到那个地方，保证你一生成佛，你绝不会退转？道理都在此地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世尊勉励我们、教导我们，这个地方一定要去。 啊！你对他不了解，有怀疑，这个决心下不下去；对他明白了、清楚了，你当然就下定决心了。我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，决定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！本经勤修坚持品第四十六品。 这在后面啊，有这么几句经文：“随身我教，当孝于佛，无德为王，正经经法。”与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意思相同啊。现在学佛。 最大的障碍是心态出了问题啊！什么问题呢？对佛不恭敬啊！是在讲佛并不需要我们对他恭敬啊！佛要贪图我们对他恭敬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。啊。 那恭敬到底意思在哪里呢？恭敬的意思是属于信德。我们今天要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要用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呢？一定用信德。啊，信德与信德相感应呐、啊，信德是真心呐、啊。 我们要见本性呢，要用真心。呢，妄心见不到心啊，那不恭敬的心是妄心，所以妄心不能见心啊。在古时候的教学，老师对学生这个观察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这一个条件。老师看到这个学生对于课程非常重视。 学习非常认真，啊，对于老师，对于经这个书本里面的教训，他很尊重。这个学生一定有成就，啊，所以老师怎样，老师会特别认真教他。如果这个这个这个学生呢，对功课很随便，啊，对老师也不是很尊重，老师。 怎样用心教他，他都接受不了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换一句话，老师会把他当做旁听生，不会认真教你，但是老师认真教其他同学，那你就随分随力去学习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所以这种。 真诚恭敬呢，是我们的信德表现在外头，啊，绝对不是老师要求的，不是。但是老师从这一点看出来，你到底能够吸收多少？啊，所以印光大师讲啊，一分沉敬得一分利益，你十分沉敬呢，你就得十分利益。 你有百分沉净啊，你就得百分利益啊！所以我在前面常常呃提出来，慧能大师在无足忍和上方丈时，啊，他一生就听了一次经，啊，那一次顶多也不过就两个小时吧，在半夜嘛。 啊，《金刚经》没讲完呢、啊，大概只讲了三分之一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从来没听过经，为什么他一下就能明心见性？我说他是万分沉静啊，他一听的时候，他得的是万分利益。 就这么个道理啊！五祖人和尚底下还有一个学生，很出名的神秀，跟五祖大概有二十多年了，啊，也很了不起啊！他是五祖的助教啊，所以大家认为。 传法一定是传给他了，那怎么会传给慧能去了？啊，那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：神秀只有百分诚信，他得百分利益；慧能有万分诚信，他得万分利益。啊，跟他十几二十年，那个。 真心没有露出来呀，啊,啊，所以没有听懂。啊，祖师天天讲，他没听懂啊，他只听了个皮毛啊，啊，没有真正透彻了解。啊，你看慧能大师，你看、啊、顶多两个小时吧，一堂课吧，提出他的心得报告，五句话。 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啊！没有想到啊，自信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过,過啊！成佛没有染污，纵然在三途地狱也不染污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自信不生。 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这几句话一说，吴主说：“行了，一波就传给他。”这他真真入境界了。这几句话，神秀说不出来啊，啊全在。 沉静两个字啊，啊，那么今天对于传统的教育，啊，对于大乘佛法，现在普遍缺乏的就是沉浸心。啊，谁有沉浸心，谁就得到了，他就切入了；没有沉浸心，来听听常识。 佛学常识，来学一点知识，不是智慧啊！不能开智慧，沉静心能得定，沉静心能开智慧，能大彻大悟啊！佛的这些话，你看随身我教，当效于佛啊，绝对不是要求。 学生对他恭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完全是自信的心德。孝顺父母是心德了。孝这个字不可思议，事处世间法。 可以说，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佛法是四道，四道的基础是孝道。不孝父母的人，决定不会敬老师。啊，他要是敬老师，那是别有企图，不是真心，是是假意。啊，这些我们都不能不知道啊。 啊，所以学福，头一个就是孝道，啊，敬业三福，佛说的多清楚，啊，第一条，第一句话孝养父母，第二句话才风事师长，啊，第一个要孝父母，第一个就孝顺佛，第二个，啊，不是把佛摆在第一。 把父母摆在第一啊，所以佛法是师道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那么从这个道理，我们就晓得，释迦牟尼佛这些弟子们传法啊，佛灭度之后，学生四面八方去弘扬。 啊，像佛一样慈悲教学啊！可是我们看看它的结果，有一些地方一年、半年就没有了；啊，有些地方三四百年，有些地方六七百年，那就没有了。啊，还有可以维持一千多年，最后也没有。 唯独在中国，将近两千年了。什么原因？中国基础好，中国人讲孝道，这个基础好啊！啊，其他地方那不讲孝道啊！啊，所以他不长久。唯有讲孝道的。 叫佛法，在这就纠长，这个久住于世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这很明显的，我们都能看到。啊，如果我们现在把孝道丢了，啊，中国把孝道丢了。 大概是一百五十年，一百五十年第一个五十年疏忽了，也就什么讲不重视了，啊，讲是讲啊，没有办法落实，啊，在这个状态底下，啊，第二个五百年那就是民国了，民国前一百年了，啊，民国了。 民国前面五十年的时候，虽然是讲，没有人信；有讲的，没有人做的。啊，最近这个五十年，讲的人都没有了，别说做了，讲的人都没有了，这是危机啊。啊，那如果再过五十年呢，就灭掉了。 孝道在中国就不存在了，孝道不存在，佛法就不存在了，啊，同时会灭绝了。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，佛法没有了，人可都要受苦了。那这个世界就不能来了，就太痛苦了，什么灾难都来。 啊，天灾人祸通通都来了啊！所以今天要挽救这一桩事情，那个功德就无量无边，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大的了啊！我们得怎么拯救？拯救要靠年轻人。 啊，年轻人有善根，这个善根不是这一世的，过去生中曾经修建有善根的，他们这次又来了。啊，这个是有底子，那要遇到好的缘分，要有人教他，要有人帮助他，这叫外缘。啊，这是我们迫切的一种一个工作，一个重担。 啊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，啊，把这些典籍保存，啊，这个是能做得到的，今天有钱就可以能做到的，啊，我们在这个年年当中，想。 商务印书馆购买了一百套,四百套四、啊《四库全书》，向世界书局买了两百套《四库汇要》。啊，《四库全书》已经交交来了，《汇要》大概两个月以后就交书了。啊，这两桩事情，我们花了一千万美金。 啊，全书之药一万套，过学之药一万套，都出来了。就是这保存点籍啊啊，古时候这历代的名著，知道的人很多啊，书店都在发行，都在流通。这是冷门的东西，没人知道。 啊，我们要积极来提倡，啊，把它发扬光大。得有人学啊，啊，真正有人学，人不在多，三个五个不少。只要真有人学，啊，我们不能期望在下一代就会有很。 明显的成就大概做不到。你看看大漠祖师到中国来，这到第六代才才开花结果啊，前面五代都单传，就传一个人啊，一个一个接下去，这个这个这个道没有断绝。那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真正。 要有效果出现，至少都要三代啊！我们看不见了，我们底下的再配下一代，下一代再再配下一代啊！慢慢的，觉悟的人多了，才真正能开花结果啊！决定不可能，我们现在休学哦。 这个社会马上就安定了，世界就和平。再难的化解没那么快，那不可能的啊,啊！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做，不做那下一代就没有了啊！决定要做啊，怎么苦怎么艰难都得要做啊啊！所以这是说到是。 随顺我教当下与夫，无德为妄，正见经法啊。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、经典，一定要原文保存，不能改他的啊。正见经法就随便改他的啊，加几个字啊，删掉几几段，这个不可以。啊，那是很大的过失。 <coughs> 底下这个是都是佛说的，历经一字便通魔术。我们没觉悟啊，没成佛啊。佛是已经觉悟啊，已经成就啊，成就说圆满的智慧。佛告诉我。 每个人都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什么意思？你都有真心，你都有本性。你的真心，你的本性，就叫做佛。啊，你只要把真心本性找到了，你就叫成佛，就这么个意思。 真心本现在哪里呢？就在你现在，你身上。那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因为你迷了。啊，为什么有迷？起心动念就迷了，分别执着就迷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 大乘经教上讲的很清楚啊，你放下妄想分别之处。你看到佛的这个经教所说的，跟你自己所想的完全相同，你一个字都不会动它。为什么？跟你完全相同，你完全肯定不错，你这些的我也承认。 我要写也是这么写法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以慧能大师把自心找到了，把真心找到了啊！虽然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啊，别人读经他全懂，你念完之后他讲给你听，啊，讲的头头是道。 你自己没有觉悟，听他讲觉悟了啊！所以每一个人，这佛告诉我们：，你自信里头，你真心里头，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行，有圆满的能力，没有你不会的，没有你做不到的，有圆满的福报。 你不必向外求，啊，明心见心，全都得到了。啊，向外求的不是佛法，佛法是向内求，向自信求，所以佛经成为内典，啊，佛学成为内学，道理在此地。啊不向内学，向外面去学。 在佛家叫他做外道，啊，外道是这么来的，外道所求的知识，佛法所求的智慧，智慧是由内生的，本来有的，啊，知识从外头学来的，不是真的，这是学佛必须要把它辨别清楚啊。 啊，我们的老祖宗也常常教我们呢，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啊，你遇到困难遇到麻烦了，你不要在外头找，外面解决不了，向内，啊，一定能解决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乱了，冲突，天天都有。 啊，联合国从七十年代召开世界和平会议。啊，会议的宗旨就是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。啊，这个会议我参加了十几次。 有没有效果？没效果。什么原因呢？解决的方法错误了。啊，那些专家学者总以为冲突是在两方，啊，怎么样调停哪一方对，哪一方不对？这个不能解决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解决的方法是反求自己。 啊，反求自己，你就真正找到原因了，啊，才能够调解纠纷了。啊，双方冲突，自己要中正，自己要用德行感召两方，让两方都能够。 认真去反省，这问题化解了。啊，因为冲突、伤害，双方都伤害。如果和谐和谐的时候，双方都得利益。啊，为什么不和谐呢？为什么要冲突？啊，所以能够得佛经的。 能够读《是》中国圣贤书的，确实他有方法调节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迫切需要这样的人啊！啊，自己不平就不能平别人。啊，自己心要平，自己心要沉。 自己要有德行啊，自己是双方都爱呀、啊，平等的爱，没有偏心的、啊，人家佩服你、啊，这听你的。你有偏爱的时候，那人家就给你做，做做对了，叫大公中正啊，仁爱和平，真能解决问题。 啊，所以这个“历经一字，变通魔蛇”，我们要肯定。现在人看书看不懂，他就把它改掉。啊，认为这个字不错的，那他觉得怎么意思就改掉。那每个人都来改一下，这这个书就全全乱了，那就不成熟了。啊，喜欢改古人的东西，喜欢批评古人的东西，啊，都不能深入。 啊，这是目前这个这个传统文化给大乘佛法弘扬最大的障碍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找，细心去找，找年轻人真正有善根的人，啊，来继承传统文化。 啊，锲而不舍，总得三代、四代、五代，传统文化可以复兴。啊，不要着急啊，不要说“哦，我马上就能看到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欲速则不达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太肤浅了。啊，一定要深入。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：“闲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忧思。”这三句，第一句呢，“心所慕求者，皆是之道。”这个很重要啊！我心里念念想求的是什么？ 就是民心阶级啊！除这个之外呀、啊，我无所求。我不求名，不求利。啊，名闻利养，无欲六尘。 啊！天上人间，我又无所求，我只求明心见性。啊，心性是什么呢？心性是宇宙的根源，在哲学里面讲呢，就是本体。啊，这个宇宙万物从哪里来的？佛说的，心性是变。咳 啊！我一定把这心搞清楚。啊，为什么它是能生能现？这个东西，佛说的很清楚，那是我们自己的真心。啊，真正明心见性的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？什么境界啊，非常不可思议！你承认，你肯定。 整个虚空法界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这恍然、啊、大悟啊！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？一体、啊，大慈大悲自然生出来了。啊，慈悲是爱呀、啊。 没有条件的爱，平等的爱，亲近的爱，真诚的爱，啊，智慧的爱，叫做慈悲。啊，所以佛子说的好啊，把这些重要的目标都显示给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没有别的，我要恢复。 我本来的佛面貌，那、啊、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回来，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我要把一切能生一切法的心想找回来，那是自己啊。这个东西要用现在的这个学术数据来说，尖端的科学。 尖端的哲学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啊，告诉我，释迦牟尼啊，他只称释迦牟尼，没有加佛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 啊，我跟他学哲学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那我这样子进来的，把从前对佛法的误会化解了。那那我们学了六十年，现在知道，佛经不但是。 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还是科学的最高峰啊！今天的这个物理科学向两个方向发展，一个是宏观宇宙，一个是量子力学。宏观宇宙研究的是无限大。 量子力学是反过来，无限小。中国古人讲“大而无外”，这、就是、宏观；太空物理学。啊，微观的微观世界呢，就是量子力学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讲“小而无内”，确实，这两样东西发展到现在。 所得的看到的一些报告，都没有超越佛经，而佛经上所说的比他详细，比他圆满。哎，我越看的时候，佛经的道理比他讲的好。啊，他们的这个成就也非常可观。啊，你说宏观宇宙，啊，他能够说出。 我们科学一切探索啊，最新的这些仪器只能够看到全宇宙的百分之十，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宇宙不见了。啊，我们听到这个报告，那我们听到很欢喜，为什么呢？那百分之九十不见了，他不晓得到哪去了，我们知道。 我们想到哪去了？那、啊、不是我们有这些研究了，这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。啊，佛经上告诉我们那什么回事呢？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你就看不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科学哲学研究的有对象，那么有对象你就没法子了。那对象是什么对象呢？有现象。 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只要有这三种现象，他们都有办法。啊，那自信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也不是物质现象，你对它无从下手。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，所以他的报告很了不起啊。那、啊、最后虽然是个是个问题，问题我们知道。 那么讲量子力学，他已经发现阿赖耶了啊！阿赖耶是什么能变呐、啊，自性能现、啊、能生能现，阿赖耶能变的、啊、阿赖耶找到了啊！所以他们发表的论文说，宇宙之间只有三个东西啊，第一个。 是能量，第二个是信息，第三个是物质。那这三个东西呢，在佛家就是阿赖耶的三系相。他说的能量，阿赖耶的业相；他说的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。他说的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你看看，啊，但是这东西从哪来的，他不知道啊。啊，他现在晓得。 物质假的不是真的，绝对没有，它是意念产生的。那意念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他们现在的结论叫无中生有。啊，也说的不错了。啊，那佛法讲的是是自性生。 就是你的真心，你的本性，真心本性不是物质啊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但是它能够信这三种现象，它确实没有，但是它能信啊，所以自信啊，灵性。 众生有感，他就现象；众生没有感，他就不现象。啊，像是怎么现的？叫感应。众生他应，自然的应。啊，像我们敲过鼓，我们敲的人是有念头，我敲他，啊，鼓他就响了。他享是反应，他并没有通过我，也想一想，啊，他没有想，他什么现象都没有。 他声音就就反应过来，啊，所以这个应呢是自信的反应，啊，想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这是个明心见性的人，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在世现身说法教学四十九年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？在我们想，当然起心动念。 当然有分别有执着，我们全想错了。我们把佛想成跟我们一样了，其实不是的。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，他也没有分别之处。他是什么？我们这众生需要这样人来教我们，我们希望有这么个好老师啊，自然也，啊，现身说法都是因。 那你看经常讲的话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以佛身不会说法，他就现，他就应了嘛。应以菩萨身得度的人，观人家喜欢不？观世音菩萨喜欢这种，他就现菩萨身，他是自然的，绝对没有我要考虑一下没有。所以是楞严经上讲的好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至今没七千多年了。 他也起心动念，他是凡夫啊，他不是佛了，他没有找到自己。啊，找到自己之后，绝对不会起心动念，那叫得大自在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，叫不可思议。这你都没办法想，你想不到啊。可是。 科学今天确确实实已经达到见性的边缘，它就讲不了。啊，这段桩事情，佛在经上讲的很清楚，他讲的是凡夫六道，包括四生法界，就是十法界里面众生。他用的是什么？他用的是思想，用的是思考。 因为这是心，思考是阿赖耶的第六识啊。第六识的功能非常之大，对外能够圆到宇宙，对内啊能够圆到阿赖耶。这是佛在讲的。那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圆到阿赖耶了啊，宏观宇宙已经看到宇宙的边缘。 那已经看到宇宙有一些真的不在了，不见了啊，就见不到心，那什么什么方法才能见性呢？佛说为真方知。怎么个正法？把那个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真的了。你不用这个心就真的了啊！你用疑问、用情念头这个心，这心见不到。 啊，一定要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入定了。啊，入定定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豁然开悟了，一举见到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禅定当中讲到，这是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怎样才能见性？啊，释迦牟尼十九岁离开家，啊，他是王子。 舍弃王位，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啊，去做苦行僧，去求学。这个表示表演，是让我们看到他把烦恼放下了，他放下烦恼了。那么，真的，他学了十二年，啊，古印度所有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他都学过。 啊，十二年之后，他把他所学的这通也放下，了，这叫放下什么？所智障。所以他完全是用一个我们现在人所说的知识分子，他用这种身份，啊，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，啊，他用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实现。 啊！把你所学的东西通通放下，这心干净了，没有了，这才见心。如果所学的东西不放下，见不了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也如是。你说的学的这些佛法，不把佛下佛法放下，不能见心。为什么呢？这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佛说的好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那个法就是佛法。 佛法也得放下，你才见行。啊！我们今天不放下，是往生极乐世界可以；到极乐世界，要想明心见性，还得把放下，不放下永远见不了心。那那换一句话说，不放下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只在凡身同居图方面有欲图十报图你进不去。 十宝图必须把方牌放下，啊，你才能到十宝图啊，啊！但是西方世界很特殊，啊，十宝图的那个是那个享受，我们也无法想象。啊，阿弥陀佛居然有这种能力，这种神通，啊，能把这个方方便图同居图的。 这一些往生的人，通通得到像十报图同样的待遇，这个不容易。也具足十报图啊相似的智慧，但他智慧不是自己挣得的,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所以他也有能力分身，也有能力。 与众生起感应到，到家有这个能力啊！那是阿弥陀佛在后头做靠山呵呵，是后面加持的。如果没有加持的，就没有这个能力啊！这是西方世界值得人赞叹的地方啊！因为其他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，这些我们都得知道，知道什么，我们才知道。 学，不会选择错误，啊！我统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决定选择极乐世界，我决定选择无量世界，啊！我用这个一门深入，尝试选修，选择正确，选对了，啊！选对了，你省好多事情啊。 今天说是你少走好多弯路啊！你也选的不正确，你走很多冤枉路啊！这是帮助我们责法啊，所以这部经要细讲啊，也要浅讲戒烟出血也要深讲。 帮助大家了，认识的更清楚、更明白。啊，前身长讲、短讲、深讲、浅讲，自在呀、啊！啊，什么样的根性呢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？啊，大家才会相信，啊，才真正的理解。 说历经一字便通魔说，这是真言真话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是之行人，唯当以圣言量为一之也。经典叫甚言量啊，我们不能够批评，我们不能够改动。啊，他的意思。 太深了！啊，我最近有同学送一个光碟给我，我看了，是台湾大学校长李校长，他做了十五年，十五年前他开始学气功。 啊，好像学了五年气功之后，他慢慢学的学这个这个特异功能，啊，关于神通这些事情，他学这个，他真有效果。啊，他们做实验，实验什么，让这个手指认识字。啊，许多科学家去找他。 当面实验给他看，大家没有话说，真的。啊，字是你自己写，不要给人看见。啊，写的时候写一个字，然后把它用纸包，包了好多重，根本就看不见。啊，你拿这个特异功能的这些这些,这些人，你让他用手指去摸，他知道你的什么字。他不，他不不认识这个字，他会把它写出来，写这个样子，他会写出来，然后你们打开一对一样。 他说：“我也有‘佛’这个字，太空人看不到，他看到是一片光，看不到字，他写不出来，他放光。啊，这个就不可思议啊、嗯，如果那个‘佛’字去掉一个人字边的，哎，他看到，哎，他就能写出来；或者多加一片仿佛的‘佛’的时候，哎，他都他都能看到。” 就是那一个佛字就没办法，那他就看不到，神也呐，啊，他他他不一样啊，啊，你写的说啊，写个这个阿弥陀佛看不到，你就看到光，写个耶稣也看不到，他也放光，这这些都是都是都是上高层次的，他名字他都有神。 有有有有特性的，啊，跟一般都不一样，啊，多次试验一点都不差，啊，这个，所以他说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不是迷信呐、啊，啊，而且这个特异功能的人是亏训呢。啊，最好是十十四岁以前，啊，六七岁。 到十四岁之间，这一些小朋友，他一百个经过他的训练，大概成功的可能有十几二十个，这比例就很大了。啊，小孩的心要清净，要纯洁，啊，要没有妄念，啊，很容易把他训练成功。啊，他用手指的时候一摸就晓得，你这里的是什么字，这就知道。 啊，所以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在此地看到圣影量啊，不一样，跟普通的文字不相同，普通文字语言不相同，啊，它放光啊，啊，我们不可以随便改它的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：心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有失，啊。 这是我们念到的啊，就是刚才念到的。第这个第一句，我们的心里头啊，只有道啊，其他东西、啊、都是其次的，都不是重要的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第二句呢？旷者空旷，其心空广，无有妄念。 这一句非常重要啊！我们用心，圣人用心，佛菩萨用心，跟我们不一样啊！我们的心里面忧虑太多，牵挂太多啊，所以心不灵了啊！特异功能的人，我见过。 啊，早年我在美国洛杉矶啊，这总有二十多年。当时中国大陆啊，大概有十几个特异功能的人到美国访问，有三个人在洛杉矶啊，我跟他们见了面。 啊，年龄都是二十几岁，很年轻。我们问他，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有些能力是与生俱来的，啊，从小他就有。啊，他能看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啊，我们同学里头，由来试验他，啊，有个女同学让他看。 他立刻就指出，他肺里面曾经得过肺结核，但是已经钙化了，没有问题了，还留着一个疤痕，直住他的位置。他自己吓了一跳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他先生，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一下就指出来。但是这个能力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 他能透视，那我们问他，你这个能力是不是能永远保持？他说不行，大概三四十岁之后就没有了。哎，你跑的地方越多，见识越多，心就杂了，就乱了，就没有了。这是符合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心。 啊，年轻的时候，小时候有这种，这是与生俱来的这个能力呀、啊，啊，在佛法里面有说到，啊，这神通的能力，有修来的，有报得的,的，啊，人报得的,的少，修得的,的多，啊，像鬼神、天神，他们报得的,的多，啊，我们人是修的的，但是。 也有极少数报的、嗯，所以小孩说奇奇怪怪的话，说奇奇怪怪的，你你不要害怕，哎，你不要去担心，啊，他就是有报德的神通，哎，你没看到他在那跟人说话的时候有声有色的，他对面他看到，啊，我们看不到，说他以为他有神经有问题，啊，不是的。 啊，所以这些常识啊都要懂得，啊，我们对小朋友就能够呃正确的对待他，正确的来教导他，啊，不至于走向了偏斜。啊，所以随着年岁大了，啊，这个接触的事情多了，心不纯了，杂念多了就没有。 啊，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，啊这些特异功能的人看人，啊，我们也学气功的人说气，人有气场。啊，特异功能说，他说他有光，人身上都有光，光的大小，光的颜色。 跟你身体健康有密切关系啊，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你健康状况，你哪个的部部部部位有疾病啊，他也有能力帮助你治疗啊，彼此之间的是这个。 能量的大小也都能看见啊，他们自己心里都知道啊。如果要是正常提升自己，就是修定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此地所讲的“其心空旷，无有妄念”。啊，妄念越少，能力越强啊，有妄念。 慢慢，这个能力就消失掉了。所以，真心理念，真心里头没有妄念啊。这个妄念是什么呢？就是根本无明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起心动念啊。如何训练自己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？ 没有忘你这是最高级的修行。啊，有忘你没有分别，这是第二等的；有忘你有分别没有执着，这是第三等的。如果妄念， 分别执着全有，就是现在讲的凡夫。啊，我们这些人，啊，我们的能力全都失掉了，丧失掉了。但是实在讲呢，并没有失掉。你只要把妄念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它就又恢复了。啊，所以这种能力啊，不生不灭，是我们的本能。我们看到他们，一点都不稀奇了。 啊，他有，我也有；佛有，我也有。只是佛没有妄念，他全起作用的。我们现在妄念太多了啊，妄念分别之全都失掉了。那眼能看，就看到你外表，看不到你你内脏；啊，能看到内脏，看不到你心思。那更厉害的是，你心里起心动念，他都知道。 那就不仅看到你内脏，啊，看到你念头，啊，所以这个等级很多，大分是三等的、啊、我们这个三等就是法身菩萨、全教菩萨、阿罗汉，这个是这是大分三等。那么我们接触到这些特异功能的人。 我这次到日本，日本有啊，我就遇到两三个啊，他们给我透了很多信息，可以做参考，不能听说他叫我们做，我们就怎么做吧、啊。 那就会上当了，啊，只提供参考而已。啊，我们处理的方法一定是以经论做依据，以古圣圣贤的教诲呀做依据，就不会犯错误。啊，首先信息可以做参考，我不一定说是你叫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 啊，那就会上当啊！所以我们不就决定不依他，只参考他，他所提供的信息大概都是正确的啊。如果我们要是相信他，他可能就愚弄我们啊，提供一些不正确，我们的上当了。我们上当，你找不到他。 啊，所以说是不能依他。啊，他讲的合情合理合法，我们也是以经教做依据来处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决定不能离开金教啊，对金教一定要尊重啊。第三句，无有忧势，你看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。 于事无虑，于法无依，故无忧忧虑也。现在，这个这个好像，疾病里头有忧郁症，好像这个还挺严重的，还挺普遍的啊。那么对治的方法，真的就有了。有忧虑症的人，一定信心不坚定。 一定没有信心，对自己没信心，对别人也没信心，啊，他去看医生，医医生的话，对医生也没有信心，啊，他没有智慧，这糊涂啊，迷惑啊，啊，他一定的时候顾虑很多，啊，忧虑很多。 疑心很重，肯定有这几个几个症状。这个经虽然是会译本，字字句句都是有根据的，啊，都是五种原一本里头的原文，没有改动一个字。 没有把他换一个字，这是终于惊教啊！啊，不敢妄为真经经法啊！我们对夏老会起这个经呢，我们赞叹，我们欢喜啊！因为。 过去两个本子确实有正经进法，虽然不多改几个字，改一两句，啊，这是佛不许可的。改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比原来的容易懂，容易明白。 那、啊、可是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法呢？你一开头了，带头了，你来改动，别人讲，你可以改，我也可以改呀、啊，他也可以改呀、啊，每一个人改，再传个一年半年，这经就不像样子了。啊！所以古人明白这个道理，决定不敢改。如果有怀疑，在旁边住。 这个字如果改成那个字就更好讲。哎，住在旁边，原文不懂的，这个可以。啊，古大德有这个时候我们在经神的看到的。啊，他在旁边注明，啊，而不敢改变。啊，这是学习圣教。 很好的态度啊，我们不可以违背。啊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一句就得认真学习，因为可以应对现前的灾难。 啊，令全世界人忧心忡忡的是玛雅灾难的预言。啊，他说的日期就是明年，是十一月，是十二月，明年。啊，是，哎，十二月二十啊，十二月二十。 啊！现在许许多多人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我也收到梵蒂冈天主教教皇的邀请，可能也是讨论中。 那、啊、解决的方法，这几句话就够了。信心,心坚定。如果我们怀疑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佛经上讲的很好，“贪嗔痴慢疑”，是从这来的啊。 那、啊、移很严重，移就是没有信心的、啊，信心坚定就不移了。这个不移，大地就坚固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地球上在这个这个自然灾害就大幅度的减减少。啊，纵然有些灾难，不至于很大的。 危害，信心太重要了啊！每一个宗教都要讲求信心啊，学佛的对佛不怀疑，学基督教的对基督不怀疑啊，犹太教对上帝不怀疑啊，伊斯兰对真主不怀疑，信心坚定。 现在就会减少啊！你看这些教主的名字，我刚才讲那个台湾大学李校长做的实验，啊，这些用手指摸球都摸不上，都放光，那这些都放光，啊，说明这些人名词不是平常名字，啊，这些人不是平常人，啊，真的有德行。 啊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了、啊，啊，所以他放光啊，这光是智慧光明啊，啊，所以信心比什么重要？中国读书人对于古圣先贤要有信心啊，老祖宗传下来的。 伦常道德的纲领，很简单呐、啊。我常常在说，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孔子说的。孔子距离我们两千五百年，我相信老祖宗所传的，绝定超过一万年。 啊，印度婆罗门教有一万三千年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绝不会在他之后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，文字是皇帝发明，有文字到现在四千五百年。啊，孔子他老人家的态度。 非常的良好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啊，《论语》里面他说：“树而不足，信而好古。”这两句话说明他一生做学问的心态。他老师。真的老师听话、真干，标准的人是好人。 啊，他没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。对于古圣先贤所传的，他相信，他喜欢。啊，数而不足，数是就是说前面的人，接受前面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说他一生所学的古人的，所修的也是古人教的。 他所教给别人，所传留给后世的，全是古圣先贤的，没有自己的。那、啊、这数而不足啊！信而好古，对于古人东西没有怀疑，坚定的信心，而且非常喜欢爱好。啊，我相信这孔子的诗，老实话了，绝不是谦虚。 啊，这是我们现在人应该作为典范。啊，所以《论语》里面很多孔子说的，都是古人讲的，他再把它写成文字，有个合适。啊，所以孔子被后人尊称为集大成者。啊，他自己没有东西吗？古圣先贤到他们，他都收集起来。 都写成文字，写成书，流传给后世。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,啊！那我们中国这个教育起源肯定是很早很早啊，虽然没有文字记载，中国老祖宗教人怎么做人啊，古社会的教育，死苦。 不会传错啊！啊，你说无人。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二十个字，很能传错吗？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啊！ 啊，这是中国人呢、啊、教学理念最原始的依据。他讲的太好了啊！这是说明说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啊，关系搞清楚了，每一种关系在每一个关系关节里头。 你应该尽什么义务？你应该享受什么权利？通通都有了。啊，中国人自古只讲尽义务，不讲享受权利，高啊！所以他没有争呐、啊。那、啊、要有享受的话，他就争了。啊，单单全是尽义务，大家就不争了。啊，这个教育是多好！ 多么完美！啊，人与人的关系有五种关系。啊，人与人的应该如何相处？无常，常识永远不能改变。啊，做人基本的德行，五个字，那不会穿错人仁义礼智信，这怎么会穿错呢？十万年、一百万年也不穿错啊！ 啊，仁爱人。啊，想到自己，一定要想到别人。啊，仁者爱人呢？义，义是讲理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或情、或理、或法，这叫义。啊，情、理、法，面面都不到啊。 啊，礼是礼节，非常重要。啊，绝不能哦，一一家人天天见面，何必要讲究这个礼节重要？啊，为什么？沉于心而表现于外。啊，外面废掉了，里里面那个那种诚心的时候，逐渐就淡薄了，逐渐就消失了。啊，所以里外一定要配合。 那这一天，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看到，啊，日本乡下人，见人都打招呼，见人都是九十度的鞠躬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他已经从小养成习惯了。啊，所以你感到什么特别亲切？啊，他们自己一家人，从早到晚就也都是那么恭恭敬敬，互相鞠躬，互相的互相问候。 问一问，问候，啊！你看到欢喜、啊、人家庭应该要这样的，应该这样活，啊！这不是客气，啊！这是内心的一种情爱，自然的表现，啊！千万不要以为啊、哦，这个是没有这个必要，错了，有这个必要。 社会安定靠这个，天下太平靠这个。不要以为这是小事，小事累积起来就是大事。大家都放弃了，人与人之间恭敬心没有。 一定要从小养起，那是真心的，那不是做做好看的。啊，知是理智就说明，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要以理智，不能以感情。啊，感情会出麻烦，要以理智。 特别是亲情之间，往往把礼失掉了，光是感情用事，惹出许许多多的痛苦。那、啊、最后一个是信，人无信则不立了。与人，与一切众生都要讲信用。 啊，前天云南那边有几个同学来看我。啊，他们告诉我，这几年他们种植稻米、蔬菜、水果，啊，给这些小虫、小鸟用诚信交往，得到非常好的效果。 啊，他们这些农产品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，哎，小虫吃啊。他划一个区，有几亩地，因为他种的面积很大、嗯，差不多有好几百亩，哎、啊，也就划了好几亩地，啊，专门给这小虫吃，啊，跟这些小虫沟通，啊，小虫确实遵守。 约有,有定，啊，他说，各一条田埂，只有几这个这个呃一二十公分是吧？那一边小虫绝对不会去吃。这一边呢，那個、菜叶上你都看都是小小洞，啊，他说水果也是这样的，指定的多少棵树，那个里面水果树全部供养小鸟，鸟都到那吃，没有指定的，他都不去。 信啊！人给鸟给小虫有信，小虫给小鸟回答我们也是有信，大家都守信用。你看，这就不需不需要农药，不需要化肥了。农药化肥把土地污染了，这最可怕的事情，付出代价最重你这一期收成说，底下就不能种了，说土壤有毒。 啊，所以他们这他们种植成功了，啊，这个附近听说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地方领导也都去看了，啊，大家看到欢喜，就慢慢在推广，啊，希望这些农民、农夫、菜农、果农，啊，都能够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把化肥、农药吧。 取消掉，啊，种植东西特别好，嗯、啊，花开的特别香，果特别甜。嗯、这是通过我们可以说，在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，啊，我们在澳洲十年。 我们那个大菜园十年没有用过农药，没有用过化肥，啊，成功的种植，让我们附近的菜农到我们菜园看都羡慕，啊，为什么长得那么好？问我们用什么东西种的？我说我们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啊，我们的水是地下水。 我们打了几口井，就用地下水来浇这些这些植物啊，蔬菜、水果啊，这都是讲到性啊。啊，我们与天地鬼神都要讲性，天地鬼神没有啊，这天地讲天地鬼神真有，就是台大想校长讲。 他搞特异功能，真有，一点不假。啊，他说你们看不见，有特异功能人看见。啊，决定不是说看不见的就没有的，真有。啊，而且跟我们生活有密切关系。<coughs> 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。 生活、工作、处事都要以智慧啊，知识能处理一些事情，有局限性，而且多半还有后遗症啊。智慧好啊，智慧处理事情没有后遗症啊而且智慧没有局限。 啊，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智慧从清净心来。那清净心没有从哪来呢？从圣贤教诲当中来。那、啊、我们修行功夫不够，清净心没信心，听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，把这些话都做到了，那就是智慧。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 从《弟子规》做起，从《感应篇》做起，从《十三页做起，啊，千万不要轻视啊！这是这个东西好像太浅了，没什么用处它有大作用啊！国内最近这两三年来，好像有很多传统文化的论坛。 啊，内容非常丰富，许许多多上台做报告的，他学《弟子规》的小果，改变了他自己，改变了家庭，改变了事业。啊，提出许许多多的证据，啊，说明这东西好啊，以前没想到。 啊，那么这些东西，是我们学习圣贤教育、学习佛菩萨教育的根基。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我们学习圣贤东西都会变成知识，不得其用。如果能把这三样东西落实了，我们有根，有圣贤的根。 有佛菩萨的根，我们学圣贤教育、学经典，立刻就得其用。啊，我们能看得懂它里头的意思。啊，能够与自信相应。啊，它真能解决我们的问题。 啊，深一层的，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，它能帮助我们解决来生的问题，太难得了。啊，这真正叫大事、大问题啊！啊，于是没有顾虑了。啊，世间这么多灾难，我们心里头。 若无其事，啊我想知道他的因，知道他的果，知道他的报，也知道如何化解，也都知道了，啊，所以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于法无疑，是出世间圣贤的教法教学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 啊，这个地方最麻烦的，就是现在人受现代教育。现代教育是科学，以科学为主。科学里头的精神，头一个就是以怀疑。怀疑可以对物质性搞物理啊，没有问题，你可以怀疑。你去追根究底，你对圣贤这个教会怀疑啊，麻烦就大了。 为什么圣贤东西是从清净心来的？用佛家的术语，就从禅定来的。你没有修禅定，你对他完全陌生，你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你不怀疑错了，你怀疑也错了。 啊，你要对他了解，啊，像佛法、大乘佛法，你要了解，你必须放下欲望。啊，这就讲佛制定这些戒律，啊，你要遵守戒律说，说戒律就叫你放下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。 啊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就教你这些。放下杀到淫王求，也得放下。为什么？清净心先行清净心生智慧。啊，平等心，那智慧就更高了。大彻大悟是圆满智慧，这些智慧是你自信的本有的。 佛为什么叫你放下这些这些东西障碍的智慧，障碍你自信的等等，你把这些障碍统统去掉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所以大成教里头，佛告诉我们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的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就是清近就得到了。 清净心现前了，清净心现前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六道是染物。心不清净，你才会见到这个境界；心清净了，就见不到了。哦，到那个时候，你才晓得六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像一场梦一样啊！啊，醒过来了。 啊，再向上提升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也没有了。啊，那你就成菩萨了。你从声闻缘觉就提升提升到菩萨，菩萨没有分别。从菩萨到佛，这个是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。 他不是正佛，为什么？他还是用妄心，也就是他还会起心动念啊。虽然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还有起心动念。如果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就成正佛了，他就不是假的了，设法界没有了。于是知道设法界还是一场。 所以，佛在经上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到这个时候，你才完全彻底了解，真实妄不是假的，不见了啊，不见了！什么境界现前呢？就醒过来了，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。诸佛如来的十八庄严图啊，那为什么说它是真的呢？ 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现象不变啊，设法界的现象有变，人有生老病死啊，植物有生住一灭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它变啊，一真法界的东西不变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它只有显现，没有识别。 啊，他时时妄心，他不用妄心，他完全用真心，真心不变，啊，所以所有一切环境都不变，人不老，哎，人活几千岁、几万岁啊，不止哎，三个阿僧奇劫，你没办法计算的，但是什么呢？永远就是那么年轻，不老。啊，花。 不屑。啊，绿叶不不会变黄，它永远是那个样子。嗯、啊，山河大地都不会变坏，是那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不是真的？还不是真的。到你妄想、妄想还有习气，妄想习气真正断净了，一真法界没有了。 那就是科学家所说的，百分之之九十的宇宙不见了。啊，你那个无名习气断尽了，一阵法就不见了，啊，到哪里去了？回到长寂光去了，回归自信，长寂光刚才讲过，什么现象都没有，物质现象没有。 精神现象没有，自然现象没有，所以，我们六根六六根呢达不到，六根六十圆不到，所以说它没有了。其实它有，它在，但是它没有现象了，啊，缘不到了。佛经讲比科学家讲的透彻，啊，科学家这还是一个疑问呢、啊，无中生有。 他只讲到这，啊，佛讲的清楚，他回归自信，自信变一切出，变一切时，但是他没有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他在，那怎么知道呢？你能够把分别执着这个念头放下，你就看到了，你就证得。 就佛说，这桩事情为正方之，正没有别的，就叫你放下啊！所以佛法的真功夫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真功夫啊！啊，放下执着，你真阿罗汉；放下分别，你真的菩萨。 放下起心动念，你成佛了。你本来成佛，你只要把这三个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，所以佛讲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这都对的，一点没说错啊。那现在还有人反对佛教，的不就反对自己吗？啊，是没错，他反对放下，他不肯放下。 那真空放下就是啊，这放下便是啊，这话说的非常有味道啊。啊，于法无疑，所以你才没有忧虑之思。啊，你的精神会非常饱满，啊，心地开朗。 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，啊，这多自在呀、啊！啊，心自在，身就自在，身体什么病都没有。啊，病从哪里来？病从忧虑来。人没有忧虑，怎么会害病？啊，人没有贪嗔痴慢疑，哪来的疾病？啊，不但。 身体没有疾病，居住这个地方，山河大地不会有灾难。啊，这就叫富人居福地。啊，什么人有福呢？没有忧虑的人有福人，有没有贪嗔痴慢的人，这人有福，他居住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。如果你的福报越大，你的辐射就越远。啊，福报小的，嗯，在一百里之内。 没有灾难，福报要大的。哎呦，这一千里之内没有灾难，大福报啊！啊，一个人有福报，多少人享他的福啊！啊，所以化解灾难不是不是个问题、啊，只要你懂得真干，大家都回心转意，啊，把我的念头放弃，不再干。 我的行为决定不说了，啊，内心把贪嗔痴慢疑断掉，行为把杀盗淫妄就断掉，这问题解决了，马上就见效。啊，像我们这个是这个十年来我们种菜的经验啊，跟小虫小鸟呃沟通。 啊，我们居住的地方，给这些老鼠、蟑螂、苍蝇、蚊子，跟他们沟通。啊，蚂蚁，我们跟他沟通，都听话了。啊，我们外面院子里都是他们活动的空间，房子里面是我们的活动空间，我们互不侵犯，我们互相爱护。啊，你们在外面怎爱护你？ 那、啊、我们帮助他，他也不伤害我们。偶尔有几个蚂蚁跑到那什么，那是来玩玩的。啊，我们也不伤害他。啊，请他出去，他真的乖乖就出去了。啊，我在澳洲，我后面一栋房子是新建。 啊，建好之后我搬都搬到里面去住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洗手间全是蚂蚁。新房子，这从哪里来的？想不出来。啊，我就给蚂蚁菩萨我说：“蚂蚁菩萨，我要用洗手间。”啊，我们约定时间半个小时，我到外面去念佛念半个小时，回来之后我洗脸漱口。 你们从哪里进来，就从哪里出去。半个小时回来之后，一只蚂蚁找不到了，全走了，真听话了。啊，你何必要杀他呢？不能杀生呢、啊。你杀他，他报复你，冤冤相报啊。我们给他和睦相处多好啊！我们欢喜，他也欢喜。 我们感恩，他要感恩啊！这是我们亲身的经验呐、啊！啊，有一年，大概是零七年，我回到老家。 啊，在汤池那个地方，中心成立了，啊，在推动弟子规的学习，啊，很有成效。他们那里给我留了个房间，啊，我晚上在房间做功课，他留房间，一个卧房，一个书房，我在书房里诵经做功课。蚊虫大概有四五十只。 很多、啊，都钉在墙壁上。我说：“我好，我在那里诵经，你们听见，别干扰我。”真的，两个小时我经读完之后，他们都没动。啊，到第二天早晨，是到第二天早晨，我到书房去看去，还有十几只还钉在那。 那其他的不见了啊！听话，真听话了啊！就不能杀他了啊！要爱护他啊！真的要来叮一口咬一口，哎呦，我们就供养他一顿饭好了吧？他也是来突破的嘛啊！我欢欢喜喜供养你一餐啊。 哎，但是可以跟他谈条件，哎，不要让我有疼痛，不要让我有痒，真的叮了之后，他吃饱了，哎，不痛不痒，你看这多好相处啊！啊，我们里面还有个老师跟些文字说，啊，晚上睡觉。 我可以，我的手腿肯定可以顶，脸上不要顶。明天我上课不好看，哎，真的就不顶你，头部他绝不顶你，啊，顶你的手背，顶你的腿，他真这样做法。所以，我们什么要求他都通，他都答应了。小动物很好相处，都有灵性。 懂得我们的意思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都知道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十几年天天都在这里做这个实验，没有一次不成功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